掘者僵尸，俗称铲子僵尸，手里的铲子能抵挡大部分植物的攻击。虽然不能免疫穿透性和抛投性植物，但大部分植物都拿它没办法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铲子僵尸挖不走的植物。首先第一个，幽灵辣椒。因其本身没有尸体，大部分僵尸都会忽视它，铲子僵尸也是如此啊。第二个，岩浆番石榴，铲子僵尸都来不及挖就会被烧死啊。第三个，全息坚果，开了大的全息，铲子僵尸只能敲不能挖，更不会去啃食啊。最后一个，油橄榄，把营养都差不多浓缩到地底里去，然后吞噬僵尸。最后再和你们说一个很好玩的，当铲子僵尸被缩小后仍然可以挖走坚果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